Hello，各位兄弟们，假期快乐呀！那么今天呢，创世式神是终于登场了。那么这期我们就来抽一下这辆 A 车啊。首先呢，这个号呢是剩了7800钻石，这个号呢是某官方的号，所以呢我就不开会员了哈。但是如果你们自己抽的话，还是建议你们开一下皇冠，毕竟开皇冠打折便宜不少啊。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不开皇冠，这个7800钻石能不能把这个创世式神给抽出来呀？那这次的创世式神呢，是采用了一个跟纳米车间差不多的抽奖方式，每一次抽奖呢都可以获得一个创世式神币，然后达到一定数量的币就可以兑换永久的创世式神。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，这个抽奖方式好像要比纳米车间贵不少啊，因为7800钻石下去了，这个兑换币才差不多1000呢。那抽完了这些钻石之后呢，我又去搞了一些免费的水晶来抽，但是呢还是没有出啊，不过呢也快了。所以呢估计啊，这个创世式神的话差不多要700块钱左右的哈。当然这只是一个参考的数据，有可能你们自己抽它就便宜一点或者贵一点都有可能啊，所以呢你们结合自身情况看一下抽不抽这辆车哈。好的，那本期视频就先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啊。